哎，刚才那金桔同学跑哪去了？不见了。今天是7月6号，本来我觉得应该是放假的，怎么现在就是能看到非常多的金桔同学？没错，我们今天就到了金桔，就这地方。哎呀，我们在金桔读了3年书，觉得这个地方真的觉得非常的留恋。你看。这个树啊，这个地方啊，哎呀，尤其这个地方，很多的同学都是等的时候，我觉得非常揪心。哎，还有这排车子，这样快撤退了。但是金桔，我觉得今年太夸张了，搞这样的一个东西，我觉得实在是……啊，对，你看，可惜又不是里面的那一员了。好吧，我现在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作为2011届7班曾经用过的几个教室吧。在这个外面可以给的非常清楚。首先呢，我们用初一7班，哎呀，那地方给树挡的几乎是，看一下能不能推上去。哎呀，我今天没穿校服，要有穿校服真的可以进去了。以前是初一7班嘛，在这个位置，为树挡掉这个2楼这个地方。接下来到了初2 7班。初二七班在这个位置，5楼，从左数第右数第二个房间，现在也没人了。完了，后面我们就移到了初3，挡了这么紧。初3 7班，初3 7班是在5楼的，也是从左往右数的第二个教室，就那间。哎，这间。哎呀，说到他教室好像没什么好说，我们也进去不了了。不过今天的车倒是停了挺多的，没有发现。当然了，你还可以看到操场。说到操场，说到了我的体育也其实也好哪里去。所以说，真的，说操场，我觉得真的是很愧对我们的体育老师。我还记得以前在差不多这个地方，他摆了几个排球用的这种网架子那个地方。那放在差不多这个地方，不单单是里面了啊！哎呀，曾经有过那种事儿，我坐在那个地方，然后结果被我站在那个地方，我经过，然后结果就被我们体育老师教训了一顿，说：“哎呀，多参加体育运动啊，恒宇啊，还是很不错的呀！”哎呀，听得都肉麻死了。又在等，但这还是很愧对我们的老师的。现在都有监控系统了，还有新楼。哎呀，我们新楼。说到这栋新楼，我们的确也没有什么机会用到它，除非那个培优班。培优班我们在五楼，我看五楼的这个第二间教室用过，我们用过，应该没错吧？然后后面就来到4楼这间教室，第一间，我们也来这做过考场。那当然了，新楼的这些都没什么人用。好像这样，我们走也走马换花的感觉。金桔，难道就真的是这样吗？我想，你在外面看也许很简单，但是我们只有我们这些真的进去过里面做过它的学生人才知道，这个学校还是很有内涵、很有吸引力的。啊，对了，我看到7楼了。7楼我们也只上去过一次，我们这个地方什么都看不到。
家都是出去出来种菜的地方，初三就可以马上去种菜了。然后还有咖啡厅啊什么的，现在就成了一个学校宣传的一个很好的工具。可惜我们真的当时不是被这个宣传而已，京师当时也真的是挺不错的，我相信以后京师也会变得更加的不错。其实啊，说到这个天台，哎呀，我还是挺怀念的。复习时候经常跑这上面来写一些东西，哎呀，有的时候子祥也跑上来，然后就站在那个角，在这个角往这边拉一下，在这个角，然后我可能就在这边，就在那个角，甚至远一点那个角。楼下呢，就出一串的孩子、小孩子，那些同学们就在那，同学们在下面打球，打当然了，就是那个踢球了，是吧？我们就说好听点叫打球，其实不准确。然后在那边，我们班的有一些男生让他踢，其实这样日子真的我还是觉得挺怀念的。哎呀，我看将我在上面写作业时常看下面这一片地方，这片地方基本上也是非常空旷的。这个不够广啊。当然了，我们今天我们要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京师。哎，看到了，这是东方花园这条路道，我们进去里面看看。我们现在觉得这个录像机有点问题，不够广这个角度。我们看一下吧。哎，您看到这道烟囱了没有？这道烟囱你想就知道，这个地方是食堂了。当然，食堂的一些废气又这样上来，排到楼上去。哎呀，他们楼上七楼不给熏死了？他在现在的七楼这个顶上基本上是一个房子吧？你也看到。当然，我们过来，这片就是那个。新楼的后窗户，我们当时好像培优班在五楼。哎呀，这不是五楼，好像当时还没有装这些帘子。然后我们那个政教处老师告诉我们，换到楼下四楼的教室时候，理由是说，因为这下面那五楼的帘子都没装，我们就看六楼以示例吧。我们现在五楼都装好了，他说五楼这帘子都没装，夏天很热的，叫我们去四楼。四楼当时已经装好了，那我们都下去了啊。主要是八班同学在那极度单纯，看似他们已经晒成黑人了啊。怎么有的什么掉衣服的，这是，哎，就不管了啊。这就是京师的后面。哎，当然说到京师后面，还可以看到另外一个。您看到这个小区没有？其实啊，裴叔本人就是在这个小区的那个一名住户，所以我经常会跑到这个后面这条通道，它可以直接看到京师这个后面。我们有空回大家来看一看更多关于这方面的一个东西。哎，不过这样看起来，京师还真的是挺漂亮的。我们往前走了几步，哎呀，我们说说京师之外的事情吧。这是一个幼儿园，我经常在家里可以听到他们在这儿玩啊，觉得我们再也不可能回到这个幼儿园时代了。哎呀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家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刚才拍摄的位置其实在这个位置，当然这个围墙已经挡到了。真望过去，其实以前这一栋楼啊，这栋楼现在是邮政的一栋楼，在当时。邮电局阶段的时候，这里有一家幼儿园。哎呀，我其实就是在这个幼儿园读了我最小的那段时间。后来好像2000年的时候解散了，结果呢，我就又转到另外两家幼儿园。这个事情以后我们再说吧。到了东方花园，东方花园其实很多同学，我相信我们京师的同学。可能不会常来，因为这地方其实有点乱糟糟的，而且晚上的时候，现在晚上基本上都是这个老年人，而且早上也是老年人，就所谓的老年人在这里打太极的地方，打一些操法什么地方，说实在的，还真的是挺，对我们来说真的是挺远疏远的一个地方。哎，我突然想到一个事儿，以前我骑自行车骑到大概有点远了，骑到大概在那边那个地方的时候，在这边这个地方的时候。哎呀，
好像当时星期天